给我，你知不知道那个日本人在利用你？他想把明火扔进管道，点燃整个上海的煤气灯。我当然知道，我知道后果就是穆家彻底完蛋，你和谭玄林也会彻底完蛋。你还在执迷不悟，你就为了这点私人恩怨，让整个上海陪葬吗？私人恩怨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失去这一切吗？不是因为你，我妈会死吗？ 就因为这点私人恩怨，我让整个上海陪葬怎么了？你疯了！你跟我走！不，跟我走！啊！ 你放开我！管道，请给我打开！